真係唔在乎嘅，使乜講咁多次啫？冷暖那可休？回头多少个秋？你由而家开始，永远喺我面前消失，我就原谅你。咁自从拍完呢套戏之后咧，我都好想喺现实生活里面揾翻一个咁样嘅朋友。我得到没有？我系冇晒一个人，你点俾我都唔会赢。你同八婆唔好见我唔发火，而家当我咗啊！蓝洁瑛啊！我知道你好爱佢，但你有冇谂过，你咁做，佢在天之灵会开心咩？做咩啊？一生何求？常判决放弃与拥有。你避得开我，避唔开你自己。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。蓝洁瑛，身高1.64米，体重50公斤。是金牛座的长发姑娘，富有想象力，讨厌虚伪，与人相处讲求真善美，喜欢蓝色、紫色、白色、粉红色，最精是打保龄球、游水，至少就喜欢宠物。他希望做一个能歌善舞的好演员。配偶呢，一定要有缘分。嗱，你头先嗰场武打场面啦，你执到嗰阵好威水喎，成个总司令咁样。嗱，你一向都系拍开武侠片噶，咁点解呢次又唔开拍翻武侠片，而要揾一啲欢场中嘅女子嚟做主题呢？咁你话对花街嘅生活认识唔深啦，但系我知道你呢套戏入边咧系包括咗40年代上海同埋60年代香港嘅欢场生活噶喎。咁喺你拍摄过程里边有冇遭遇到啲咩困难呢？知講到近期咧，就想養都冇時間啦，因為呢排比較忙啲啦。好似最近咧，就同阿四哥同埋萬梓良咧就合作完一套電視劇。喺戲裏面咧，我就同阿萬梓良嘅對手戲比較多啲喎。佢咧就係做一個好果敢英勇嘅警察，佢咧就唔會向現實低頭啦，又唔會出賣自己嘅朋友同埋自己嘅理想喎。咁啊 ，Yami 啊，其實咧，你覺得點先叫靚，同埋點先算係一個靚女咧？我覺得靚嘅嘢咧，我就比較中意啲嘢自然啲啦。咁女仔就，我中意啲女仔就唔需要話太過經過刻意嘅打扮啊，特別係啲人工化嗰啲嘢咧。如果我選擇朋友識朋友，梗係內在美緊要啲啦。咁但係如果係愛嚟睇嘅，或者愛嚟選你嗰啲，梗係內在美緊要啲啦。我覺得我最靚嘅時候就係身體健康、睡眠充足、心情愉快，咁就最好噶啦。係啊。嗱，呢份名單交俾你哋保安組啦，係參加穿梭機紀錄大全總決賽嘅小朋友嚟嘅。啊，係喎，佢哋初賽成績幾好喎。陣間睇下咪知道咯。好啊，太正啦！係我哋嘅，食我哋嘅，一啲嘢都唔識做啊！我同佢一齊訓練班畢業到而家啦，即係都保持好好嘅感情同埋好密切嘅聯絡咯。咁所以我今晚一定第一集就揾佢上嚟咯。呢個就係精靈可愛嘅藍潔瑩。藍潔瑩小姐，即我認識了你10年啦，咁但係我諗我認識你嗰時，你已經初戀過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初咗啦。咁你係幾多年開始初戀嘅咧？嗰陣係仲讀緊書嘅，十零歲嗰啲咧。十零歲啊，即係證明你好早熟咁咯喎。咁中意啲嘢，中意起上嚟就中意嘅啦，冇分年齡嘅。即我一見嗰個男仔嘅時候咧，佢嘅笑容俾我覺得佢係好。瀟灑好真好陽光好親切咁，坐巴士又即係今日去睇戲啊，睇《富貴貓》。你媽咪唔會中意見到我哋咁噶。我媽咪中意點樣，我唔可以理咁多。我淨係知道我而家好唔想再見到你啊！你點啊？
白大哥而家嘅樣都令佢痛不欲生啦，連我都唔想見，仲點解要佢出嚟面對咁多人呢？我知道你唔怕死，但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你死咗，我哋將來對付琴魔就少咗一分力量噶啦。我真係想考慮一下，究竟留喺你身邊好啊，定留喺你心裡面好？我冇殺過人噶，我真係冇殺過人噶，我唔想死啊，朱大壯，朱大壯，你快救我噶，我唔想死啊，朱大壯。再見啦 ，Camera。